综艺新时代带大家来到高雄。我们来一下，这个位置在左营的莲池潭附近，对不对？后面就是我们著名的龙虎塔。哇，左金龙，右白虎，前面站了一堆二百五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第一关玩什么？新的美食自画像，哎，这个困难度比较难，自画出来是难的是别画。以前我们是把美食画一道画一道，现在是一个字一个字画出来，这个难呢，这个蛮难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范例，范例子，而且那画出来那个顺序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，它是给你打乱的，打乱的，它现在是打乱的。哎，这里有一只鸡，鸡应该是放最后吧？对，应该是什么咸酥鸡嘛？哎，咸酥鸡，咸酥鸡，这酥鸡就出来了。这是什么咸啊？你咸嘛？你咸你咸。这是你咸。第二关带大家来到我们北极玄天上帝的跟前，啊，来家是要比什么哈？来，比什么啊？啊，头文字 E 又来了。又是头文字 E。哦，难怪给我这个背带。每一个星星呢，代表每一次战役的胜利。我在头文字 E 保持全胜的记录，谢谢。今天有没有办法让我得到一败呢？哦，有哦，独孤求败，独孤求败。SUP 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 SUP 其实它是一个训练核心肌群。哦，对，你如果姿势正确的话，其实你全身的核心肌群都可以。赶快先现学现卖，教一下我们。好，你往右边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带，然后换边的时候记得要换手，很多人忘了换手就会打结了。因为这招是龙舟，它比较大，所以等一下。教练，教练，表情。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我很关注，你斜眼一直在看。我在注意他的动作。停不下来。